海巡署巡八三大队陈姿婷、陈佩婷这对姐妹花哦，她们从小就立志要从军，去年先后报考了海巡的志愿役士兵，顺利通过测验圆梦，穿上亮橘色的海巡服装。而两姐妹的体能更是不让须眉，动辄百下的俯卧撑也难不倒她们。顶着一头俏丽短发，穿着亮橘色的海巡制服，她们是今年刚到海巡署暗巡八三大队报到的姐妹花陈姿婷和陈佩婷。爱看战争片的两人从小就立定从军志向，在完成学业后先后报考海巡志愿役士兵，也如愿留在家乡花莲服务。我想不会写某个志愿嘛，就填我要做军。救人的感觉很好，然后就是我喜欢这种感觉。陈家姐妹花目前在单位里分别负责巡防任务以及后勤补给作业，虽然体型纤细，但体能却可以跟男性相抗衡。训练时一次100下的伏地挺身也难不倒他们。人家都会觉得说军装会比较规律，然后就是可能每天就是操课。啊，海巡的话弹性就会比较大，比较活生动，接触的地方也比较不会那么的死。比较没那么封闭。纵使训练过程十分辛苦，但两姐妹对自己的选择从不后悔，也非常争气，双双通过测验，如愿穿上了军装。联合报陈俊志花莲报道。